什么恁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照顾忘记的破台语频道的台主，什么恁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嘛照顾我看的正港台湾男子汉，我是啊，这是便便。啊，对，便便吧，爱介绍，便便二十岁 ，OK， 来便便，今天你要来试吃鹅肝酱。为什么要试吃这个？我不提倡鹅肝酱哈，听讲伊是无家里鹅道的。鹅道不人道的意思，对鹅很惨。坏掉就是唔是种鹅道的物件，所以今日为虾米要试食咧？第一，这个是别人送我的蛋咯，但是我蛋掉就浪费伊的牺牲，大家唔爱阁送我了 ，OK？ 这个是最后一关。因为我平常时伫咧公园拢食土，看我可怜，就是找我来食这個，好。对，你听讲伊是足贵的物件啦。所以阮两个拢无吃过，今仔日第一届啊，要开咯，开咯，开。较水安尼。鹅肝酱的台语，鹅肝酱吧。对，鹅肝酱。好，我吃咯。耶，单吃哦。加一点啊咸。哦。这个是好吃的味道吗？香米。泥。它咸咸油油。一定要配吐司啦。better。就很像奶油吐司。我感觉是有加这个一点的淀粉。做加一点油，安尼就 OK 了。好食的，好食的。你知道鹅肝酱就是脂肪肝的？系啊系啊，我知啊。就是脂肪。拄则有讲啊，饭和豆的啊。OK 啦，其他你个试食就到这，我予伊八十分。安尼八十分。袂歹食诶，加吐司跟没有加吐司分数分开来啊，加、哦、把吐司乖乖食，我刚刚讲干啥？哒哒，乖食收者，乖乖，乖乖，免乖零。哒哒诶，食咧就是五十分，八小胖诶就八十分，因为是真正袂歹食哦，亲像迄落奶油吐司，伫遮咧食咧，因为阮无食过啥物好食诶物件吼，阮厝内咧较无啦吼，拢食土，虽然讲这看起来敢那土，啊，毋过真正要好食。要拍，甲伊拍一个分数，安尼就拍一个二十分好啊。二十分 OK 呢。最后最后就是大家唔爱阁送我鹅肝酱了吼，大家送我鱼子酱就好了，其他的卖啦 OK。后盖继续食鱼子酱，唔系。后盖继续去食七厘，后盖见，拜拜。